我是刚换完列车长的1800年。10月23号，那个花莲站，12:46出发的是，天王2024，天王2023，不用马吉哈，2187中北京往花莲，不用马吉哈，再换一站停靠。我现在有一列 PP 直辖市，我是 R169，所以2-3点会有那个蒸汽火车。哦，我还在找点，对啊，因为看货物，对啊，还蛮紧张，现在46分，差不多气度的经验了，我想看哦，20分钟以前已经会到场站了，然后下面干嘛站？你们都在电文台坐。A8C 就没信号，花莲不用吗？178，三台电头推着 PP 机啊，这个万年难保。来，现在一样，都一样，拍照，开这台。然后这边是 I169单台电筒，刚开始9800。